系啦，咁跟住就白赖人张就话啦，真系太懒啦，乜人都叫型男，等我等你下水爷一于反清复明，踢走棉花。系啦系啦，佢话你几时踢走我啫？佢真系好想。唔系喎，白赖人张你又话转咗台嘅。佢入咗手术室噶嘛？系啦，嗰度有电视睇，佢嗰啲私家豪华酒店五星级嗰啲病房，咁、所以咧佢一定系一路锯紧，一路睇紧啦，系嘛？哦，原来系咁。喂，同埋咧，因为佢上次话只要你踢走我，佢就可以做主持，佢亦都可以咧即系做呢个嘉宾咁样啊嘛。系啦，做嘉宾啊嘛，因为佢知道我唔请佢做嘉宾，佢嬲啊。哦。系啊，佢话你快啲踢走我啦，咁样吓咁啊。希望啦，希望阿水哥仔咧，佢越嚟越進步噶啦。有朝一日咧，阿棉花係會讓位俾佢噶啦。係退位讓賢咁樣噶啦。係啦，咁你放心啦，相信咧100年後嘅。係啦，呢個時間，這個時間會比較。係啦。係啦。啊，租約要100年噶嚇，白蘭將你100年後先上嚟做嘉賓嚇。嗯，好。David 就話啦，英超8月下旬做嘉賓。我會同即奇仔聯合做嘉賓。係，哇！即係 David 哥咧，即刻拉大隊上嚟啊！好啦，6329就話星超正嘅阿 Nick 同超可愛嘅 Van 仔，永遠支持你哋嘅。有啲咩困難辛苦嘅事，要勇往直前啦、啊，請。有冇啲困難事啊，或者辛苦事遇過咧？喺呢一個團隊裏邊，最棘手係咩啊？係啦，最棘手係乜嘢？對我嚟講係跳舞啦，跳舞最棘，係因為自己跳舞唔叻啊。嗯，但係即係要跟翻大家進，因為我哋隊入邊都比較會有一啲係跳得會好啲啊。嗯，各有各專才啊嘛，你哋。咁要，但係如果我哋一 group 人跳舞嘅時候，咁都唔會差太遠咯，就要大家配合咁樣。係啊，所以會係自己比較吃力啲係跳舞咯。咁你最專長係咩啊 ，Nick？ Nick 嘢。咁我諗都係。暫時唱住歌先咯，會係比較好啲咯。比較即係最有信心嘅係咪啊？唱歌係啊，比較有信心啲咯。阿 Van 咧，其實我都係主要都係覺得跳舞難啲咯。嗯，因為我自己因為遲入嚟啦，咁好多舞步好多隻舞都要追翻跟翻佢哋，所以比較辛苦啲咯。咁所以你哋兩個專長都係唱歌為主嘅。我主要唱和音。我知道你是唱得兩嘴的噃。係啊。係咪？你哋今日係咪有預備定啲貨上嚟？係啊，擺貨架嗰度俾我哋攞落嚟聽聽先啦，喂。係咪啊？一個唱主音，一個唱和音嘅，係專長嚟嘅。我哋要洗耳恭聽啊！你專長唱和音㗎，原來。係啊，佢和音好犀利㗎。和音好犀利㗎，你專長唱主音好犀利㗎。唔係好犀利，叫好啲啦。我專長係走音。親親我眼先。我都唔著㗎，喂！我做觀眾咁咪，我做觀眾。你專長叫做唔啱音。唱極都唔係咁樣，係啦，唱啦唱啦，你咧，你而家拍咩拍子啊？而你心給我一個寫抬頭，可惜我未理會，我未簽收，並未一一佔有。難為你，難為我，誰以來接受？好多謝。哇，果然是勁喎！係啦，即係擺得上貨架啊嘛！係，多謝多謝多謝！啊，即係你嗰啲要拎翻落嚟啦，再去。我冇擺過上去嘅。你係要霸咗人哋個架？我霸住個架，但係我點都唔擺自己嗰啲。水哥都要唱。我唱啲咩？係啊，唱侵埋佢玩啦！梗係侵㗎，一定侵。係啦，侵埋佢玩啦！你唱啦，唱咩歌啊？唱春田棉花幼稚园嘅主题曲。我们是快乐的好儿童。嗰个叫春田花花啫喎，春田棉花，未有歌嘅，唔该帮我作手咁样就好，下次我会拿支吉他上嚟唱噶。多谢晒呢几位靓仔啊吓，非常之如意动听，果然系有实力嘅。好，继续去到边啊？去到呢度，8795就话张少伦，你一唱歌便。扣起我心瘾，我爱你。哇，扣晒啦！扣起个心瘾，真系扣晒。扣啊，唔系勾，系扣。系啦，扣住。系啦，2965就话啦，读错咗啊，系腰唔系于。阿腰啊，佢阿腰啊，阿腰腰系啦，腰腰腰是腰，不是腰。唔紧要，你原谅啊，水哥，情啊变橙。
呢個係係佢嘅誒呢個特長嚟。係啦，呢個特點嚟㗎。係有特點有特長㗎，真係唔好。兩樣都有啦。係啦，原諒佢。嗯，好啦，就3669就話啦。咁輕鬆。型男都要心地好先要到。先做到啊！先做到嘅，你8795你打錯字，是勾不是靠，歌詞都錯，希望你不要生氣。哦，我歌詞來的，是不是？應該不會生氣，我們的同學仔很好的，不會生氣的。我昨天都被人說我都沒有生氣的。是的，我們反正說他說錯話都沒有生氣的。是的，說變成我都沒有生氣的。是的，剛剛完全沒有這個生氣字，大家放心吧，進來玩。是的，David就說了，我的筆記是理科化學。什麼叫筆記？是你科化學？你的筆記，我的筆記是死亡。是怕來的喔。好笑啊，我覺得他好笑。真的很好笑，真的很好笑，我會記得這個爛梗。抄下他。6152就說一句話，一個表情，一個動作，有時是一剎那，你們每唱一首歌都會令到我們心動的白小寶。Thank you。我哋係咪今日揀最佳 SMS 咧？即係正如阿風之戀所講，要最肉麻 SMS 㗎。係因為佢哋好想得到呢個結婚 package 啊嘛。係咯。結婚揸揸臨結婚咁樣。係啦，哇！你哋啲 fans 適婚年齡㗎啦，個個都係咪啊？咁快到嘅，咁快。早熟啊！而家啲人。我早熟，呢度都啱啊，都啱嘅。喂，攞定佢啊，唔緊要嘅。O K 喎。都得嘅，送禮自奉兩相宜啊。係啦，送 fans 仔俾你啊，送 fans 仔俾你啊。多多幫襯。我哋成架 fans 仔送咗俾佢。係啊，成個 fans 仔送俾佢。有花球。有冇人想要啊？係啦，花球咧。擺個花球喺度嘅，係我會掟佢出去咯，跟住。location 喺邊先？綁住佢喺車頭上面。我已經唔想笑了。但你笑緊喎，但你笑緊喎。翻嚟啦，喂，百麗人真就話啦，下月八月下旬有一集係英超，唔係英超。超 Xlin 咁樣嘅型男之夜啱曬兩位大衛槍及即其仔，如果做得成組 set。小通知轉台喎，但百麗人張咧仍然咧都要當自己係主持啦，當自己係嘉賓啦，兼且當自己係呢個導演啦、導演啊、監製啦嚇，咁啊佢好想咧，即係想呢啲叫做謀朝散位咁樣嘅百麗人張，咁佢想過我啦，係咯，咁佢通知佢咧早些少轉台咧，咁啊我通知定你啦，你記住啦，將有線27台啦，你可以咧轉過去呢個香港寬頻506，或者你用緊香港寬頻506又可以轉翻有線27都一。一樣嘅啫，你都係走唔甩。冇錯，係啦。Kiki 就話啦，有時灰白嘅雲把藍藍嘅天蓋住，總係令人提不起精神。但一見到你哋就精神十足啦。哇！真係，嗯，好啦，小粒我都，我睇完都打曬冷戰，小粒啊，為我好，請不要説話全是教導，為我好，或者只需好好擁抱，我會得，我會得5UEF， 哈哈。即係咪呢啲係咪佢嘅成績嚟㗎？5UEF 啊！哇，好成績喎、啊！係咯，UEF 好難攞嘅喎，你嘅成績啊，好喎，唔錯，加油啊，小粒嚇、啊，小粒變大粒啊！嗯，好啦，好啦，6039就話你哋努力嘅演出啊，就係我哋 fans 快樂嘅來源，你哋嘅出現令我哋嘅生活加上更多嘅色彩。SSPJ 愛爆你哋啊 ！By Yuko， 係啦，你哋嘅爛 gag， 你哋嘅爛 gag 就係我哋嘅咩咧？傳聞即係假的啦，傳聞咯，傳聞即係假，假就即係唔使回答啦，係咯，係咪啊？係唔使回應嘅嚇，唔係事實，唔作有實力嘅會睇得到噶嘛，係啦，即係冇代替品呢樣嘢嘅，係咪啊？冇錯，好。